可惜了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干饭了。喂喂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种就出来啊，你该不会是个胆小鬼吧？算了吧，阿阳，这个家伙是不敢出来的，我觉得他就是个胆小鬼。我出不来，我也不用出来，因为我是一个意识体，我没有实体。没有实体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妈呀，你该不会是什么幽灵吧？什么东西幽灵？喂喂，阿阳，你可别吓我啊，上次遇到那个什么叫什么砍什么水的，已经把我吓得够呛了，这次不会又来一个吧？你们说砍水那个丑八怪，天哪，你们把我跟他比，我也那么恐怖吗？啊，不对，恐怖是应该的，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丑啊。你还认识砍水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也是八卦使者之一对吧？又是黑姆让你来的。什么八卦使者？你才是八卦使者，你们都是八卦使者，我有那么 low 吗？不是八卦使者，难道比他们的级别还要高？那你就是四大魔王之一咯。让我想想，你是恐惧魔王？没想到你还是挺聪明的嘛，可惜你只猜对了一半，我并不是恐惧魔王，你也不用猜了，我直接告诉你吧，我就是实体303。好家伙，你终于肯说实话了。喂，阿阳，怎么办？又是个大魔王，这次我们跑还是不跑啊？不行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这个家伙的实力我们还不清楚，上次死灵骑士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根本跑不了。早就有心理准备会在这个新维度遇到四大魔王，可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快，这才刚进来多久啊？你们跑不了的，别想了，我既然是一个意识体，那我就存在于这个维度的每一个角落，无论你们跑到哪里，我都能立刻找到你们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想故意针对你们。你不想针对我们，那你想干嘛？难不成找我们喝喝茶聊聊天啊？哎，我可先说好了，你们聊天可以，不能再吃我的烤鸡了。我没有烤鸡了，一只都没有啊。没错，我只是想在世界毁灭之前找这个人来聊聊天，在最后的时光里多分一下无聊的时间罢了。哎，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悲观呢？你怎么确定世界就要毁灭了？你们两个来这里是为了阻止 him 毁灭世界的计划吧？对对啊，怎么了？不可以啊？你们阻止不了他的，他太强了。你们才来这个世界多久就想阻止 him 经营了那么久的计划？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怎么说我也是屠龙勇士，实力还是有的好吧？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往往害了你的就是你的那一点自信心。